就是说它是武器凝练的一种方式。对，手真肉。对，就说这个呢，是有问有答，走的是一个，互相是一个圆，在这个里边呢，是既合作，以合作为主，以抗争为辅，是这么一个动作，就是慢慢练出来的动作。所以说呢，第一个我问，韩晶晶答，韩晶晶答的过程当中，他要问，我在回答的时候就问中有答，答中有问，问中有答，对，好了，这个韩晶晶答过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我现在要开始问他一下子，我这一问他就得往后走，没有，随时随地的就要有往后走、往前走的感觉，有前有后，左有右的感觉。所以这里边呢，就是有一个互相的那种衬合的感觉。就是怎么体会当中，他有前也有后，他是实际上是体会这个劲儿，也不是谁打谁的，练这个通过这个腰胯，通过这个浑身的这个，你看他现在开始往那问了，哎，我就再让一点，哎，我问了，他就得让一点，就是这个互相问答的一个过程，对，众生平衡，对，或者是就是对，不能聊啊，我一直如果是实在往这问，那就是实在往这走，不着急，就这么走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就破坏了这个圆的规矩了，就得有一个顺，既顺又答，既顺又答这个做。我觉得应该全程都很顺。这地方要问。对，问好了，不能再问了。对，不能再问了。所以说呢，就开始我来问，我是以问为主这个过程，韩晶晶是以答为主，但是呢，他问中他有答的，他答。对。这时候是韩晶晶为主，韩晶晶是问，但是呢，我也存在着答一点东西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你这干嘛？这反面这话说的。你是啥？你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浊。是白的。我们就是瞎说。你知道什么叫浊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叫浊？看不清，我不懂。只有师傅听过，我啥也看不清。看着挺好。你主动了，就是他没有听着我问他，这个主要是练听话。听话。你不听话。哎，听是感应，你看是感应。话是中正，一定要中正。他这个就刚才说的就对了。好，你问，哎，你看我打，我在回答，我在听话，在感应，感应，对，听话，主动了。刚才那个转的时候他主了，他没有，因为我在问，他在答，走，问，回答，再问，没问够呢。你要不然的话，那就我问了。感觉有点在听天书。你来，您过来。我就更不听话了。不是，你回去就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更不知道了。你可以照下来看一下，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非常文雅的东西，大概是以合作为主，但是呢也要给对方找点麻烦，但是呢是善意的。这就为什么不熟的人不能推。对，我还没问呢。就是，我就更不听话了。哎，你要。这为什么问你必须得要有一种敏感的程度。回答，你这就问了，你这叫问。答没有，再往后做，这是答。答中有问，你看，我是答中有问，问中有答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对，好了，现在就你什么都不做，你只有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准我在做什么，是吧？你如果自己就开始做了。哎，你看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在听着你在干什么。哎，我就顺你这个劲儿走，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对，就是你往后退的时候别退开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要答，他要问，你在问我的时候，我们俩互相在问，这就是一问一答，出来合集呀。对，好了，我现在不问了。哎，我一边问一边回答，然后我身体都一样。
那天你老公来说，哎呀，这个怎么这样？现在找的是很和谐。哎，你现在就对了，这个调是。怎么才能听啊？心境？怎么才能听啊？真的。你比以前好多了，真的好多了。谢谢。嗯，真的好多了。你这个，对对，这个实际上是很少的一点东西，但是呢，很深奥。就是说谁也打不到谁身上。实际上是你身上最好的谁也打不到。这是吵架，让一个傻子气。啊，你看看，我现在开始问。哎，你现在呢？你刚才在这儿走着呢，你光在这里配了。还得有点那个变化，哎，就是这种，就说，这就是不听话，他在家吃，他不是他在家是领导者，就是只是问不答的人，就是那种 sensitivity 要让，这是太监的名字，好了，一转，这就是他在问，别看这一转，既问问，好了，现在我们问，今天来问，问的当中呢，我们这个。问的时候，你在使，看他在卸掉。哎，卸呢不是卸的很多，对，使呢也不是使的很多，他实际上是练这么一个虚灵的东西。蜜蜂来助力。哎，对，对，好，问，这个问的这个劲儿呢，他走的是这么一个东西，走的是这个，这样子，就是他不是走直劲儿，你开始走，往前走，就一边走的时候，哎，没有用掌根。掌根，哎，这个掌根走的劲儿啊，挺灵的。手背走的劲儿，直的。问的不够，对，你的毛就是问的不够。问的不够就是前进的不够。拿的这个就拿捏的这个，拿捏的这个东西，就说，哎，这就是感觉这个东西，就说我一碰我能回，但回的不是很多，沾沾连水不丢不顶，哎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出来以后。中间他们有个中轴，就像一个中轴似的，应该是算一个中轴。哎，好多了。哎，快些的好多。我给你录，你跟他弄一下。没事，给他录完了。来来来，我给你看看。